我们下一步除了刚才谈的长征五号系列火箭以外，我们还应该拥有更大的推力的进入这个太空的运输工具。美国、俄罗斯现在都在搞重型火箭。火箭，中国也正在进行论证。我们目前呢，正在开展这个方面的技术攻关，准备用4年的时间，这个进行关键技术攻关和深化论证，同时呢，这个用12年这个左右的时间呢，能够研制出这个新的运载火箭，就是到2030年。能够实现这个重型运载火箭的这个首飞。